name of the cat? 加油 I can't. Oh my god. No, no.长途的骑行，一路骑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，然后从长谷到了阿美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有很好的海滩，我们今天下午去浮潜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住的地方。没有旅行团来玩的，大多都是旅居在巴厘岛的人。只要向海边的店铺租赁浮潜用具，人均70人民币。跟着我们战斗民族的小伙伴，总能找到物美价廉的好地方。这是我们的朋友彭丽娜，我们在长谷认识的。她一个人旅居过很多国家，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可爱的性格和有趣的灵魂，是我超羡慕的女孩子了。喂，妮可，土国人水性都这么好的吗？穿救生衣浮潜的我，真的酸了。我们遇见了小鱼球。你看，这些游动的小家伙，像不像大海里的一场流星雨？我在蔚蓝的大海中，愿大家2020年过得开心充实，逢考必过，变美暴富，遇到自己想要的爱情。也希望我能得到你们更多的一键三连。在一个饭店吃饭，然后特别有趣，他在餐单上写，如果我们自己挑这个鲜的鲜的椰子，我们会得到5折的优惠，所以我打算去试一下。请注意 pick 在刚才的餐单里其实是采摘的意思，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，一直觉得是只要你自己挑就可以得到50%的优惠。你能爬吗？我想试一下。So we need to like go up and pick it. Oh, really? Thank you.
So we